这个是老黄妹妹做的饼干，看是不是包装都很精美，超厉害的。圣诞树、手套，这些我还没有吃。大家好，我是 Ora，刚起床，现在是12:30了，中午。我跟老黄昨天半夜去看灯，然后是睡觉的时候凌晨看灯嘛，然后睡觉的时候都凌晨4点了，起不来，我感觉我浑身像被人打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现在1点不到，老黄要去准备一些今天晚上吃饭的东西啦，所以我们今天去拍老黄。嗯，那。啊，妈妈，是妈妈。妈妈。嗯，妈妈。我现在泡咖啡，然后旁边是打奶的机器，已经好了，里面泡沫。我下去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跟妈妈干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我公公这边在放《水木年华》的《一生有你》，超好听，我好喜欢李健。哎，这人不是李健。承受岁月无尽的变迁，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。婆婆，公公给我准备的饭。学着唱歌啊。番茄牛肉饭。是啊，小宝宝最喜欢吃。嗯。嗯浓浓，酸酸的，很适合孕妇啊。俩。尾怪鱼。李健来了。然后你等一下还要准备杨枝甘露。杨枝甘露做好了。好。做好了，在冰箱啊。是啊。下次再做的时候我拍。嗯。你做好了。嗯，做好了。哇，这个菠萝，那个。梨子。嗯，这个。木瓜。哦。嗯。虾都是熟的。啊，虾自己弄的。哦。先把那个沙拉酱，我们再加一点那个炼奶，不是那个沙拉酱的就比较带酸一点，比较酸，我们加一点。怪不得之前买这种沙拉酱我都不用呢，我觉得不好吃。好，我们加一点点，不要加的太多，加大概两汤匙就够了，带有一点点甜的味道，把它拌匀。看那个沙拉酱够不够，不够了再加一点。哇，我们的沙拉好了。嗯，比较够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味道好好。嗯，放了炼奶真的感觉好好吃。嗯，嗯。土豆泥现在在微波炉里，加入牛奶。这个可好吃了，威化饼干。他们家有其他各种口味，这个是黑巧克力，还有巧克力，还有好像还有奶咖，还有咖啡，咖啡那个也很好吃。妈妈，你吃一个吗？可好吃了。这个人终于睡着了。
把那个油油放进去，然后把那个红葱头呢跟那个蒜头爆，把它爆香。现在做的是西洋菜汤。啊，西洋菜汤。把那个鸡汤放进去煮滚。我妈给我做了碗酒酿圆子，现在4:30，该做的准备都做完了。然后这是我婆婆做的西洋菜汤，等一下再煮一下，把汤弄滚了，有些东西加进去就好了。哇，这个太棒了！这生吃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哎。No. 哦 ，Is that the goose liver？ 嗯。Oh, it look like this？ 嗯。Originally not. Originally not. 鹅肝妈妈。嗯。Stephanie. Well, I guess it's the goose liver bigger. They just like they look like chicken. Chicken nugget. Uh-huh. Is that butter? You saute with butter? Oh no, it's the goose liver. Those oil. Oh really?哦，是吗？它本身的吗？嗯。哦，老黄说这个黄的是本身那个鹅肝出来自己出来那油。It's been like 50 minutes. Beef mushroom. 没事。我们现在烤这个土豆泥。这个是刚刚那个西洋菜鸡灵汤。哎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坐里面那两个大的。普通美食等你来分东西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顾客说这是和牛，美国和牛。在这里呢，
好吃。嗯，好啊。哇，这只仲好过，喂，呢只仲好过啊。我婆婆准备了超级一大桶杨枝甘露，超多的哦！哇，我的天哪，厉害！How was it？ 嗯 ，really good。嗯，甜度正好，很好吃吧？但是你带来的蛋糕 ，You like first， you can like。唔系喎，唔系啊，冇。嗯，嗯。